据台媒报，偶像男星邱泽一向形象健康，近日却被人翻出早前为慈善所拍的裸照，被称画面宛若不雅照。邱泽惨遭情变纷争后，被某周刊爆出因此推掉两部戏，损失8000万，更被登出陈年露毛裸照。因他演出的角色多是高富帅的活泼形象，鲜少与卖肉二字勾上，但照片中的他双手遭反绑，单膝下跪，巧妙遮住下体，但仍然隐约露出毛发，被形容画面宛若性虐待。据悉，该照片是2006年摄影师季佳良为南亚海啸筹款推出的名人裸体摄影集，包括谢霆锋、吴彦祖、郭富城、陈冠希等名人都在摄影集中，未料事隔多年后却被周刊大做文章。消息爆出后，邱泽因人不在台湾不知此新闻，但经纪人表示相当无奈，更替他喊冤，直言这是为了一个慈善，为了公益而拍，心里头的出发点是纯正善良，但照片却被用不同面向解读，把照片写成这样的人心境才有问题。